佢仔哥咧？佢上次冇堂啊嘛。佢同芬芳都冇上堂喎。喂！救命！佛仔哥！佢家借咗我20万，还得个10万。你今晚我10万蚊嚟发你。如果唔系，听日睇报纸啊！之后唔俾啊啦！睇下你出唔出到呢个门口。我俾。荷里活有个大佬前，今晚9点半翡翠台。